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田纳西分会祝纳城华人中秋节快乐，祝大家好运连连，月圆人圆事事圆。浙大校友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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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中秋快乐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大家好，我是纳城华人基督教基金会的张连光牧师。我是赵卫伦师母，在这个庆中秋的时候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在这里敬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，合家团聚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故乡意，水天相连漫无际，隔海遥望故乡意，佳节月圆可想聚，天涯海角亲友离，身在他乡不孤寂，彼此相爱有团契，恩惠平安自上帝，天人合一皆欢喜。'Twas grace that taught。 音乐之都纳什维尔有许多基督教教堂，纳城华人基督教浸信会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是一群基督徒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。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，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，过教会生活，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。中秋之际，举目望天，欣赏十五的明月，感悟上帝创造之美，感恩上帝长阔高深的大爱。愿更多的朋友进入我们的大家庭，与我们共享圣爱。Thus far, and grace will lead me on. And we've been there 10,000 years, bright shining as the God'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an.
中秋将至，想着节日创新一个新花样，常规操作印，抹呀抹呀，转呀转呀，又有一层。不要谈奶油色变呀，都是花花绿绿的奶油结成的，吃起来清爽不腻。好了，第一次尝试做出的花样，后面插播几张其他节日的定制，在美好的甜美的氛围里，祝大家中秋团圆，事事顺意。中秋节快乐！